快上车，你快上车呀。等一下，我拿个冰封背夹。上王牌的 ，excuse me， 你竟然说我坏话！什么叫我这个人是怎么上王牌的？我刚才是因为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，是因为。要进圈，让那个三号给我整懵了，他又上车又不上车的。哎，三号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不知道，你这叫什么？叫长、长扎延智，这什么名字？明知道我记忆力不好，还非得问我这么深奥的问题。三号叫小梵音，小梵音。天公不作美，我躺在你这是往哪里飞呀？没人啊，这你不会没跳过十英雄吧？我谁说的？我跳过呀，怎么可能没跳过呢？那应该是没出来过。让我看看，二号一会儿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。出去吧，你好像搞得很厉害一样。就我这么好的技术，能不有噪音吗？笑话，有噪音吗？嗯，确实。嗯，你们开车？无语啊，无语啊！你是傻嘚儿啊？你都开车干嘛去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机拿大盘机？嗯，
捡个雷吧，今天我就要做雷王。今天我要做雷王。咱搜东西就是非常的细致，非常的细致。咱就是非常的细致。不行，这样拿着不太舒服，等一下啊。请上天赐给我一把大盘鸡。被揍了，没有子弹。没有子弹。哇，那去填你的包。车子呢？好嘞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，他倒了，不知道他队友在哪。补了呀。前方有危险。好马，枪太慢了。在那个车那里，你补一下吧。我没看人。在哪儿呀？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队友在那边。留下。前方有危险！你枪有一点慢。前方有危险。Excuse me。留下，死完了。
没有，我打个人机。操！哎呀，不要说脏话嘛。这个石头后面呢，两个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是那个石头吧？是的哟。很好，一枪没打到。枪太麻了。走吧。走吗？走吗？该进圈了。别人脸上去了。车开得很好，车开得很好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不要去哪，不要去哪。领个礼物开心一下，好，不要去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画质调高一点。我是手机直接投屏的，所以画质可能没有那么好。太高了会太烫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换平板太大了，操作不过来。我哪坑啊，我坑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难道？还以为跳发电厂嘞，吓我一大跳。小盒子呢？
不，完了。空空如也。行吧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不要过来呀。这里有物资，有没有背景？有没有背景？没背景。没有背景。